敬庙的主神是小元帅，啊，嘛有神龙大帝、先天上帝、中大元帅、主神娘娘，啊，甲土地公主，啊，甲观音佛祖，啊，甲释迦佛祖，大概就是这几个神像。民国63年，啊，再来改名为嘉禾宫，原本就是叫做嘉禾宫。奉请咧吼，咱众天神啊，一直下底下降来，甘要做主，来当个这厝咧进香咧圆满顺利，来当庇佑咧吼，咱高宫咧降落下出发向去，让奉香化吉，啊，吉吉好好咧，让平安顺遂大赚。来上班。尊敬奉请咱高宫因主圣神赵元帅，啊，先天上帝、神龙大帝、观音佛祖、中大元帅、福德圣神，啊，咱一直个咱福德寺吼，福德圣神也连上神圣。啊，那今天咧吼，就是咱10月16日。啊，咱由咱财务官顺咧吼，你摕着金钱咧，要往到咧高明溪啊，林园区咧吼，高明溪出来靠遐所迄个所在咧吼，啊，要来地段啊，抬22日咧吼，下当咧要来进香请会啊，丁五峰一进去啊，接旨领兵安尼。啊，红姐，红姐，啊，咱财务官顺，啊，是咱高中咧种亲情，咱要进行搭档起来。到了雕像神龙路了过下去。奉请啊，咱大溪福德宫福德正神哈，啊，咱福德宫就是正神像。啊，今天的是阮嘉禾宫啊，赵武元因主圣神赵元帅奉旨呢吼，要来在此呢吼啊，地坛啊进香啊接旨啊领兵请会啊。啊，现在呢吼啊，遐嘉禾宫遐众罗哈啊，伊阮主人员罗主遮众神神众议员会认定呢吼。啊，来在厝咧吼，啊，向咱好个敬好个敬神，啊，安尼甲你切骄傲一下，安尼哈。啊，来咱天价过来，也再去。来来来。
在厝吼，要遮接水倒吼，啊，咱找一个较关条，迄水较安全的所在倒啊。一百人吧。阮常常阮在即考虑安尼，应该是找一个较安全的倒啊。这水来，咱就要拜拜，唔得个去拜下来。参详一个啦，啊，咱是想要几？啊，袂当几啊款？大段啊，方就是几？啊，袂当几啊款？客来鸟啦，啊，就干这几块，这嘛。对啊，你要去参观。哎呀，我再讲，参详一个啦，佮看你佮看一个啦，总是佮参详一个，这是一定袂使的啦，你这水都状态都几落流去啊。 这个地方应该是讲很参详一下，因为这下巴老去啦吼，这种水啊，咸鱼的人也无方便，啊，咱是到迄江边来请阮嘛是无方便的，一个啦，就较坐较关键安全的所在啦，来参详一下。我这种感觉大搞过哦，都上头遐啊，你无法搞上去个啦。 你干啥？万头万头，我要包哥啊！哇，这几条够烦啊！哎，阿哥，别落水，阿哥。哇！谁呀？你啦？谁呀？你啦？哦，有我呀！点解落？点解落？这样子。
十粒十次咧，万粒万炒。对啦，十八个大楼诶。对啊，嘛是爱定定期啦。系啦，爱定期啦，伊到尾转车来，一定爱定期啦，无吼。对，你做得快。老紧啦。我讲讲讲吹了很多啦，迄个是要钓迄个。
从杨雄三关大地南北斗二星军三界高进士的姓，啊，蒋天神呢，啊，下底下降，啊，来到咱林湖区啦，哈，和平溪出来口这个地点，现在呢，就由咱高雄市大社区啊，嘉兴里嘉禾宫啊，交务关税呢，哈，因主姓陈交务关税，在蒋楼下啊，一直来到这个啊出来口这个地段的所在，现在呢，一个插旗好势。啊，这风车呢，啊，那咱蒋先生啊来载弹，啊，伊个风车呢，咱好个进行收路的吼，收弹，啊，伊个收旗将军啊，一同的下降啊，来到地点遮，来到现场的地点遮。现在呢，风车来安放这个临时弹，啊，要交代那蒋天神吼，啊，来在处巡视的，啊，这个临时的行弹呢，啊，上摆着。现在呢，吼，啊，已经啊，这弹布置好势，啊，鱼也炒好势，要奉请呢，啊，咱交务官税，咱交乡交了奖先生，啊，以及咱啊交乡获得奖神啦，吼，啊，在处呢，吼，啊，收弹，咱来接派，啊，叫奖天神下降，啊，代志官啦，吼，啊，叫奖天神下降，在处呢，咱不是讲，啊，会当来在处呢守护。守护大界，以及咧奉请咧守旗将军啊，来守护这个啊，玉子的圣旗安尼啊，爱当咧吼啊，接待只蒋先生降临安尼啊，爱当哦守护大界的平安，而且以及调遣五洋军兵来守护大界，会当护持这处咧啊，进香会当来圆满成功哦，会当来顶风吉进去啊，回到咱嘉禾宫，会当进修咱嘉禾宫，会当来神圣进进。庙运亨通啦吼，啊，香火旺盛，啊，会当咧吼，比如咧，啊，蒋先生合家人咧保平安大赚钱啊，对不对？用心灵通圣旨表明，众生成就可见。已经咧运向江门道上的路，回乡回乡正乡，正正正乡，庙东正乡，灵宝回乡。三界乡，三境尽乡，万顷庙上见证惊天地法的基础的尽乡，两重公作乡官书匠，一乡一间私人官匠的土地，正神为神经，传出故乡，紧紧腰斩别怪遭罪。做了蒋先生奉旨呢，啊，往到咱林园区啊，高明溪出来口这个所在地段啊，进香了哈，啊，进香请会啊，接旨插现在的插旗啊，已经好势，
地段啊，这个临时段哦，行管哦，都有那是用好势啊。现在呢，奉请呢，咱守护守旗将军啊，来在厝呢吼，守护这进香旗，台台去呢吼，啊，要来在厝呢吼，啊，接旨领兵啊，会当请圣会啊，顶风是正气啊，回到咱嘉禾宫啊，会当定守在咱嘉禾宫，会当庇佑呢吼，啊，净土合境，南面保平安，大赚钱来拜一来。啊，请圣会就是讲迄、那个迄咱迄圣会的迄、那个有一个降心路，吼啊，请圣会起来，他会收集迄、那个即地方即四方五四十方的即个灵气，集迄个灵气转来，啊，要转来迄、那个迄嘉禾宫，吼啊，安尼算讲诶神吼会较食迄个灵资源的灵气啊。啊，总是咱即只要来收只个资源的灵气，啊，当来定收在咱嘉禾宫，啊，会当吼安尼神圣进职、神通灵感，啊，会当咧吼救世万民。啊，在厝咧，即就伫即想法，就是讲有方便吼，咱即即有些守路、守旗的将军，吼、啊，就阮也派一个守旗将军伫遮，在厝咧咧接待吼，即、啊、天神落来。啊，咱拄啊遐大遐就是临时的行馆，就是讲咱政府元帅的临时的办公室，吼、啊，即接待即个上苍吼，诶、啊，即、這個、代志官天神来遮巡视，吼、啊，啊，伫遐伫遐算招待所安尼。六月顶大桥会来报单，就是开始会当入来。啊，伫迄个十二点，头到十二点半遐开始食点心。啊，食了就随便关庙门，就是叫咱嘉禾宫啊，甲咱福德寺的庙门。啊，预计是头一点要出发。啊，大概就是差不多伫迄个两点会到咱今仔插旗的迄个所在。啊，差不多伫迄个三点会开营。啊，然后四点外。然后四点半遐就开始食点心，五点至七点就是咱小万岁，伊要选的时间叫卯时，五点至七点伊会请会，伫这段时间伊拢会当请会，啊，毋知当时会请来，咱毋知。
车身调兵，哦，啊，意思就是讲要进乡要出门吼，啊，调车讲也官兵来镇守端中就对啦。意思就是安尼就对啦。哎呀，大姐，你怎么没找我呀？出来公伯啊，即马时间差不多要请你来坐大轿，甲伊大轿遐准备啊。哎，请你来坐轿。唔可以这样，我坐嘛。哦。哎，我最近当兵啦，无。好条啊。其他这个最屌嘛，是嘛？好，来来来，干嘛？我搞成这样。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哎呀，不是包的呀，好啊。你这样先对。在那里啊，在那里啊，再见。你一个小伙伴啊，你们在上你。啊，别吵。好，咱现在要来请上各地上通啊，以及的哈交叉火药官兵来就位，何时之处会当进乡圆满成功？合敬人力保平大摊子的接拜，三拜，把咱乡收起来来。Thank you.
11点遐啦。Thank you.
点才过啊。
哇哎，对，不要哎。第十号伊拉车，伫要坐宋江镇啊。